福州电动车上牌第二弹，我买了个电动车。就是你在店里买了个电动车嘛，你要自己的身份证绑定的那个一福州，他给到店员，店员就会给你操作了，就给你约一下牌子。然后约完牌子的话，今天就是来上牌嘛，他会通知你到哪，你就按照他的通知那个去到那个地方。我在这个店里就可以上牌了，店隔壁。上牌上完了，然后现在行驶证也有了，虽然说那个个人信息现在就不晒了。现在就没有车了，就是回去就把那个手机支架绑上就。